对，你就只是一个下属。不准备搬出去住。我给钱和安排的相亲对象30个，钱和那个人一生都是毛病，会把人家姑娘给吓跑。钱对很好的阿姨，请人眼里出西施呀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阿姨。喜欢一个人不丢人，多点捉奸啊肚子，要不然你会被他看上我的房子丢了。外面雾霾那么大，看不清楚。雾霾？没有啊。离婚的女人就是被甩了，你被甩了，你还在这趾高气扬的干嘛呀？律师，这话自己，这话我妹妹。你觉得作为一名律师，最应该做到什么？努力为了人间大爱、社会正义、国家法治的健全奋斗。我姓什么？钱。所以我只为钱法令不为爱。我也觉得钱对的毛病特别多，他为
你就只是一个下属，我准备搬出去住。太好了，那总算要搬回你的豪华别墅了。我就说出租不符合您的格调吗？